友们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点时间观看一段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链接了解更多。中共统治人民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不让谎言穿帮，就需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是唯一一家结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廉的成本成功的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天24小时广播的民间的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给中国送入持续的不间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华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您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明智。投资给中国人民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看见世界和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我是童心。过去的30多年里面，曾经让多少中国人梦想着可以一夜暴富的中国楼市和股市，在过去的短短的几年间，摇身一变成为了割韭菜的利器。这期间啊，有3间中国大陆的公司在去年是坑了不少的中国人，那从普通百姓到中产再到股民。而且啊，今年一开年，这3间公司不约而同的都有了更新的消息。我们来看看是哪3间公司，那中国的百姓又究竟是怎么被坑了呢？我们先来说说资产管理巨头坑人不浅的中植系。2022年，中植系旗下产品陆续爆雷，但是啊，直到去年的11月底，我们才看到北京对中植系的案件立案调查。不过转眼之间，2024年一开年，当局突然宣布受理中植系的破产清算。这个速度还真是有点快了，还不是一丁点的快。那么在当局如此迅速的同意破产清算之下，投资人最关心的就是破产清算走法律程序，投资人最终能拿回多少钱呢？根据中植系在去年11月22号发出的致歉信来看，中植账面总资产的金额大约是2000亿元左右。中植系自己说啊，他说清收难度很大，就是投资出去的钱收回的难度很大，集团已经是流动性枯竭了。更惨的是，对于中植系来说，债务的规模也很大，本息合计的规模在4200亿到4600亿左右，就是严重的资不抵债。其实这就是告诉投资者，中植自己是没有办法了，没招了，他是还不上钱了。难道等着中共来给你还钱吗？中共肯定不会干这个事儿，所以啊，当局赶快让中植进入破产清算。按照这个思路来看，这么快速的同意了中植的破产清算也是不足为奇了。那有网友啊，用桃花扇中的一句台词来形容中植系，就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那这楼究竟是怎么塌了的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楼塌了，那就是中国这个楼市塌了。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这是中植系倒下的根本原因。那再继续追本溯源，中国楼市是怎么塌的，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中共当局抛出的3道红线就是这个催命符。曾经有大陆媒体报道说，中植系旗下的4大财富公司经营的理财产品总规模是超过了3万亿，涉及的投资者数量也是超过了100万人。因为现在没有更新的数据，我们就先假设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吧。那现在面临破产清算，这100多万的投资者能拿回多少钱呢？对于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会想，你们是在海外，对大陆的事儿能有多了解呢？你能回答得了这个问题吗？所以啊，我也是挖挖挖，使劲的挖到了一篇中国大陆行业人士对中植系的一个分析和看法，来和观众们分享一下。
这篇分析文章是来自火星宏观，相信很多人看过这个账号的文章。不过我们关注长牙带刺儿的中共监管也关注，所以很不幸这个账号曾经是被禁言了。不过这篇文章还没有被404，所以我们赶快分享一下。中止系这个事儿啊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既涉及刑事调查又是破产清算，所以中止的破产清算已经是注定与单纯的企业破产清算不一样了。那么在惩治中止相关人员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基础上，如何能够尽快的解决投资人利益受损的问题，这是中止100多万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所以文章说啊，第一，中止的可收回资产可能是远远低于纸面的数据。按照各种信息，目前中植集团剔除保证金后相关的负债本息规模大约在4200到4600亿元。那作者认为这个数据似乎是没有多少误差的。那如果按照中植集团此前披露的集团总资产账面金额大约2000亿元来看，从纸面上来看，中植的资产扣除破产费用之后可能支付投资者大约40%的投资。看到4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可能有的人觉得这个比例简直是太低了，那就是投资额是腰斩了。但是对于这个40%的比例，大家先不要乐观，因为作者接着说，他说从资产处置时间来看，资产在处置的时候尤其是希望快速变现，那交易的折扣是非常大的，所以最终的实际损失肯定比纸面上的数据要大很多。那特别啊，是中植的这个资产构成看似拥有2000亿巨额的资产，但基本上都是金融债权资产和房产，未来在处置方面会有着比较大的折价风险。目前信用卡的债权资产处置价格一般在1折左右，房产一般在5折左右，也就是说中植纸面上的2000亿资产最终能够变现收回的肯定会少于1000亿，甚至更少，那就是看信用卡和房产的这个比例了。听到这里，相信很多人的心已经在滴血了，看来40%这个比例是不保了。作者认为投资者可收回的投资比例不会超过20%。听到20%，可能有人觉得这割韭菜割得太狠了，但是有人觉得这个比例仍然太过于乐观了。作者继续说，企业破产清算资产偿还债务，债权人的投资一般排在较后的位置。法律规定破产财产变现之后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进行分配的，首先是优先清偿破产费用还有一些共益的债务，之后呢是优先支付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啊、医疗保险啊、伤残补助抚恤费用等等，之后还有破产人欠缴的社保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的税款，还有包括法院确认的房租、水电费等等其他债务。所以2000亿账面资产从清查、收缴、评估到拍卖，法院的费用、评估构思的费用、律师的费用、破产清算小组的费用，这都会是一笔天文数字。所以作者说，如果投资人最后能够收回15%到20%的投资款，大家就应该烧高香感谢破产清算小组的高效工作了。大家听懂了吗？对于投资人来说，能收回15%到20%的投资就已经算是烧高香了。那么更现实的版本是什么呢？就是血本无归。这么多还不起的债，除了中植系要背还有谁呢？相信投资者心里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答案了。那么中植系的这种操作方法会不会成为其他信托或者金融公司暴雷之后的一个标准剧本了呢？这是投资者更需要警惕的事情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欠债大户恒大。之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跟踪报道恒大的暴雷事件，许家印已经被捉了3个月了，最近又有了新的消息传来。有外媒报道说，美国的债权人开始催债了，就是恒大美元债的债权人正在要求偿债。那恒大到底欠了多少美元债呢？根据路媒的报道，根据恒大财务显示啊，目前恒大美元债大约是190亿美元，那折合人民币呢大约在1300亿左右。那么现在许家印仍然被囚，这个钱由谁来还呢？那从最近路媒的报道来看，中共当局肯定是不会替恒大还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媒在这一点上首先撇清的一点，就是恒大美元债走的不是内保外贷的方式，并不是说恒大还不上钱就由中国的银行来还。报道还说啊，中国房地产公司去海外发债大部分都是信用债券，也就是没有抵押担保的，不然的话利息不会如此之高。所以从路媒的这个风向上，我们就能看明白，说到底恒大这些美元债依然还得恒大自己去还，只是如何还就是另一个事情了。
那既然是海外的债权人在催债，那么恒大美元债的债权人有哪些呢？外媒报道说，除了海外的一些知名机构，包括贝莱德、瑞银、汇丰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等等，再就是许家印自己了。报道说，许家印夫妇累计从恒大拿走了500多亿的现金分红，其中一部分资金是转头就用来购买了恒大的美元债。比如2018年，许家印就花了10亿美元认购恒大的美元债。2020年跟2021年，许家印又拿出了6亿多美元，数次认购恒大的美元债。文章还说啊，许家印背后的大佬刘銮雄也是恒大美元债的积极认购者。仅仅在2019年，刘銮雄家族就通过公司和个人认购了总计11亿美元的恒大债券。2018年，他还认购了恒大47亿港币的恒大债券，还有恒大的其他高管，比如夏海军、赖立新等人，也是恒大美元债的积极认购者。光是夏海军一个人，累计就从恒大拿走了1.75亿的利息。所以我们看到，这190亿的美债中，有多少是许家印一方买的，有多少是许家印自己的钱？如果报道是真的话，那么现在海外债权人开始讨债。大家想一想，许家印的老婆孩子又都在海外，那这个讨债的债权人究竟是谁呢？会不会是许家印自己的一方在讨债？又会不会是许家印背后更大的金主在讨债呢？这里面是不是水很深呢？今年一开年，我们就谈过恒大的事情绝对不简单，毕竟是中共体系内部前朝党魁的富豪。到年底了，这位中共前朝富豪还敢和现任党魁角力一番，大家想想这个事儿能简单了吗？所以啊，恒大的事儿我们还得继续关注，恒大的瓜我们还得继续吃。但是啊，无论是三道红线的催命符，还是中共党内的内斗，无论如何，其实最吃亏的还是几十万拿不到房的业主，就是买了恒大房子的老百姓。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解一个2023年年底的一个谜。2023年的最后一个股市交易日，兴业银行用2亿元大单撬动了300亿市值的乌龙指事件，让很多中国股民在跨年的时候吃了个大瓜，大家也纷纷解谜。现在啊，中共官方是公布了这个谜的谜底。根据官方的通报，导致兴业银行尾盘涨停的投资者就是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龙指的主角啊是找到了，那么上交所给出什么样的处罚决定呢？上交所只是对福建港口集团给了一个公开谴责，对公司和旗下4家子公司名下的证券账户实施限制交易6个月的纪律处分而已。这个福建港口集团就是此前增持兴业银行的主角。2023年的12月10号晚上，兴业银行公告披露说，当年的8月1号到11月30号期间，福建港口集团和旗下的子公司是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累计增持了兴业银行股份5.59亿股。那截止2023年的11月30号，福建港口集团和其子公司合并持有兴业银行的股份是达到了5.81亿股，占比是达到了2.8%。到了2023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就是12月29号，兴业银行的股价盘中本来是走势非常平稳的。但是到了收盘集合竞价的阶段，福建港口集团名下的证券账户是以涨停的价申报买入了该股31笔，一共是1813.51万股，成交的是1330.67万股。这个成交量占收盘集合竞价期间该股总成交量的99.99%，立刻抬高了股价，抬高的幅度是达到了9.7%。那年底啊，投资标的股价冲这么一下，那对于福建港口来说，投资收益就高了，资产负债表就会更加的好看了。但是股价的大涨大跌之间，给散户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一夜暴富的黄粱一梦和之后的一地鸡毛。谢谢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谢谢您的观看，我们明天再见。